好，我是杨思瑶。今天我们来一个小马蹄加加蛋奶，这么高。今天我们奢侈一把。今天我们奢侈一把。来一个不辣的小米，这个小米上次把你给辣怕了吧？这个对，上次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好吃一点。但是什么？但是太辣了。那你看，你闻一下这次的味道，像吗？像。辣吗？对。你再闻一下，说不定是辣的。辣。行，那我们开始吧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嗯。奢侈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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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奢侈
这里是这里。好的，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。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。下期还有更好的节目，拜拜。大家记得，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